应该是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不是应该看不出来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跟卢卡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他一直对自己有一个不太满意，哦，应该说很不满意的事情，就是什么发型，他一直找不到他自己喜欢的发型。然后我们之前旅游，还有去了意大利、泰国、中国各个地方，他每次他要必须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尝试一下当地的理发店，看看有一天能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发型。但是好像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。那么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一个小县城要放弃的发型。我们听说有一个理发店，一个老板开了50年的小店，而且好像就是剪头发也很便宜。那希望今天卢卡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型。那带你们跟我们去吧。理发好啊，坐着舒服。你这干了不少年了吧？干时间不长，才50年。50年时间不长，干了50年。生意怎么样？很好，我老头子搞得完就了，今年搞100块钱，把够吃饭去了。你设置一个发型，你帮我看怎么搞一个。啥叫发型？你看怎么剪，我相信你。你们这几分头花多少钱呢？我直接就10块钱。是不是很少有年轻人过来？老头比较多。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感觉你有点差劲。我差劲，感觉你染了白发。这里白头发人很少呀，不多呀。我不是中国人。绝对不是啊！我不是中国人，你以为我是中国人？我看你讲话都变，都非常中，讲出来标准吗？这是自打妹子。啊。你以为我是中国人？对呀，俺中国人呢，这是个新疆人。你看，那你汉子讲的比较准呢。还好，还行，还要添加把劲。那从意大利到我们中国来，还不少年了吧？嗯。5年了。没到我们中国没意大利时候漂过去的。没，这几年。就没知道没？意大利讲什么语？讲的是法语还是英语？意大利语。意大利语。对。几乎一看就是文化语。非洲讲话不多。啊，非洲讲话不多，但是就算包括种地。对。师傅，每天有几个人过来剪头发？10个至20人。那也挺多的。不算多，哪里？你看剃头啊，像什么这个？嗯。像女同志穿的长裙的。对啊。怎么知道的呢？这剃头开有人。男师傅也不跟女孩子见是吧？我练过，你不练？嗯，真是。今天怎么样？能看到成果，马上看一下。这个数，别说抓住数了，实数。那你这一天，你这个一个人在地里面，你也能忙不了了。哎呀，我们这忙过来就忙过来就不好忙。几点钟开门了？上午7点多是8点多开门。晚上几点钟？还有6点钟是。6点。嗯。这该上了呢。该上了。你要吹吗？他说我跟你讲，我记一年，你这头发这么黑，下次你放不要吹。不要吹。吹的发焦了。多少钱？10块钱。这个危险？没危险。这个？是今年可以吹风。你母亲年多少呢？母亲年还来再送来。我是坏人。那我在这儿等你。我谁看啊？看到了，你怎么长不出病啊？鼻梁高，对吧？对啊，没人鼻梁矮，看出来了，不是看不出来，对吧？你一开始以为我是中国人，一开始没细看，很多人跟我说我长得有点像新疆人，少数民族，对，有像新疆人，维吾尔族，新疆人眼大，鼻子也高，对。
你们为什么自己不用微信支付宝呀？不会搞？也不会搞，不是不会搞，不想搞。我这老年人的地方多啊，老年人都心急。对，现金找到了吗？那我们走了，走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，头发剪完了，修怎么样？修一个。别人给你剪的好多呀，我刚才吓死了，我以为他给你剪光头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胆子还是有点大。支持老手艺人，10块钱也是挺值的。我以为5块钱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条视频，请给我们点赞，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